同志，我会过来高山啦。亲爱的小婷，我已经平安到埗。原来香港真的很远，这里什么都跟天津不一样，人多车多，楼盖得特高，听说小偷也很多。广东人说话很粗鲁，很大声。小婷，我真的想念你。安炳和，请问这里是姓李的吗？万丽莲，姓李。我叫我姑姑。这里很多外国人，叽里咕噜的，就算是中国人，我都听不懂，何况是外国人呢？但是只有姑姑，我才明白她在说什么。姑姑很好，她给了我自己一个房间，光线充足，还有独立的厕所，方便多了。我这边真的很好，也不用担心。香港人都很奇怪，他们都好像不用工作，白天睡得很晚，晚上穿得漂漂亮亮去外面玩。还有，姑姑跟我说，你不要叫我姑姑，叫我 Rosie。Rosie， 对，进来啊。你穿这套衣服去见工吧。警察看了你这样子，不查你，身份证才奇怪了。谢谢。哦，小心小心，你拿了薪水，拿去干洗吧。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我拿的，姑父，威廉，哎，你有点像他的。东西，外卖来了，快来联系啦。有冇搞错啊？通街拖鸭啫嘛，使唔使着咁靓咧？系得噶啦，咁等我带佢去街口七记买嗰啲粗着衫咪得咯。好啦，听朝早六点正，叫佢翻工啦。我哋呢度朝头早啊，好踢脚噶。啊，你得闲咧教埋阿灿讲啲广东话啦。系，知啦知啦，唔该，继续啊。啊，行行行，谢谢你。行啦，真好人。啊，你姑妈都几锡你噶喎，一对猫件好犀俾你咋吓？喂，大佬啊，
你点揸车噶？啊，条马路系你噶，你私人的士佬啊，抵你成世去揸的士啊！加你地话，不是吗？是威廉。唉，威乜鬼险啊！你姑妈迷过威廉河就迷到疏疏地啦，又买喺荷里活度执一件醉猫翻屋企，又周围话俾人听嗰个威廉河顿，你免杯俾我夹什么啊？啊，疏疏地啊，疏疏地啊！亲爱的小婷，我已经找到工作，是干运输的，一点都不辛苦，每个月有2000多块，还有勤工奖，很不错吧？小婷，明天是发工资的日子，我要去买一件礼物送给你，而且我还要到一个天津人没有去过的地方。先生加芝麻，小心啊！唔该，边啊？先生食啲咩啊？我有个汉堡包，再来。可口可乐啊！乐喺度食定拎走啊？啊？在这里吃还是拿走？这里吃，哎，啊。多謝5.6啊！5.6。得，好，唔多下位啊！請問你經理有想問嘢，多謝謝。啊，謝謝。先生要啲咩？包括你走。你好。你有兴趣啊？嗯。识唔识讲广东话？小。英文呢？这个嘛，这个有问题。咁啦，你写低个名同电话先。这是我的电话，还有我的姓名。我找不到你们经理。哦，拜托，谢谢。你啱出嚟噶？对呀，你怎么知道？一睇你广东话知啦，咁似，唔识讲英文好麻烦噶。我知道。但是没办法，知唔知啊？香港一啲学校咧，你听得明唔明白？听得明白。香港啊，有些学校啊，专教内地人讲英文的。啊。其实学英文一点都不难。哎哎，你是不是大陆出来的？我当然不是啊，听我广东话就知道了。但是刚才你在那边讲普通话讲得很好啊。会讲普通话不一定是大陆人，不会讲广东话就一定是大陆人。要不要学英文？给我可以吗？你要？对呀，因为很漂亮，后面可以写信给我的家人。天津没有麦当劳。我拿点新的给你啊。谢谢。叫我看，你应该是学了英文才好。学了英文可不可以在麦当劳工作呢？学会英文，在什么地方工作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在麦当劳工作很幸福啊，你看。先不说那么多，学好英文才说。要100块钱报名费，但是我只有50块钱。有没有提款卡？什么来的？这些，提款卡。
你放在那个电脑里面呢，要警卫叫医生背出来的。叫医生。你没有。真厉害。你真的没有啊？你拍点生存文章很有用的。我跟他们说一声，今天你先付50块，过几天来上课的时候再付那个，500块，好不好？谢谢。How are you?你包给奶奶女，知啦。讲真咯，又揾自己啲同胞着数。咩同胞啊？南国语噶。啱啦。好啦，500块蛮便宜的，有输送的。谢谢。你认识他的吗？我在这里当他看着。B B G 啊 ，B B G， 你真行 ，B B G 也有。你真行。好了，各位干嘛啦？啊，就这样子，啊，再见。To be， 哈哈，谢谢。是 How are you？ 不是 How are you？ 马蒂尔 ，I don't give a damn。啊，什么 ？How are you？ 也不是 How are you？ 也不是 How are you？ 对呀。哎，你走吧。How are you？我的名字叫 Jeremy， 我的香港女朋友叫我翟罗梅。翟罗梅，怎么好像是脏话？不会你是刚来的是不是啊？雷罗梅才是脏话，对不对？大家，雷罗梅。Jump, you son of a bitch, jump!Jump, you son of a bitch! Jump! Jump, you son of a bitch! Jump! You go to he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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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喽，鬼佬啊！放了走了，我是李小军呢。哦，系，走了。你赶时间吗？冇赶，冇赶啊！喂，仲走，快走啦！我有车啊，我送你好不好？你有车，咁行啦，快啲。呢啲叫单车，唔系叫车噶。这种感觉好像在天津一样，你地方矮很重。女朋友。没女朋友。
Father, mother. 写情信啊，写啲英文，第日帮我写封信俾威廉啊。Sure。哎，威咪鬼脸啊，拉佢出嚟啦。叔嘅，冇理由噶，应该叫你做阿灿噶。咁我宁愿叫表叔啦，亲切啲啊嘛。两速，冇赶时间嘅，记得唔好超过机硬嗰度。吓，我好赶时间啊。咁咪系咯，咁行快啲啦，知唔知啊？小心行啊！切，其实好多香港人都系大陆过嚟啫嘛，佢哋阿爷阿爸咪因为表叔。真系好丰富。你咁食得已经好做得噶吓，不如听日早两个钟头翻工啦。哇，一次比一次多啊！哎呀，行啦，我俾翻钱俾你啊，有钱啦吓。我单车不用自由的。点解你乜都识咁叻嘅？你成日考第一噶。点解你乜都唔识嘅？喂，你平时做咩噶？我成日打波。点解你唔得闲嘅？你冇朋友噶咩？你咪系我朋友咯，你够冇朋友咯。诶，我以为我大把啊，不过搵钱唔够时间，边得闲应酬啫。做咩啊？你叫有钱佬啊？喂，走啦！点解你咁多钱嘅？喂，咩事啫？点解你咁少钱嘅？真系好多啊！行啦，醒目啲啦！你唔要教我啦？系啊，教得你啊！你快啲答啦！妈，你喺边度凑咁多橙子啊？喺银行啦，蠢蛋！咁听下，食完饭啲老细仲喳喳声落嚟噶啦。哎呀，你又真系叻啦！咁后生就创业，其实你都有份噶，十岁啲得1000蚊股都叫小股东啦。不过啊，姑妈话净系大陆人咧先中意听邓丽君噶。诶，所以话啫，我问人借钱啊，我都一定要投资呢个铺位啊。你知唔知香港几多大陆人啊？报纸话香港有1/5嘅人都系大陆人啊。其实通街都系噶，佢哋唔出声你唔知啫嘛。你说了，你和我两个人加埋都有一个系啦，都二分之一了。咁都系。黎少君同志，你等住分钱啦。有冇谭咏麟啊？冇啊，我听个邓丽君啊，冇天底，十万个字嘅邓丽君，邓丽君啊，有录音带啊，有唱片啊，好抵买噶，邓丽君啊，邓丽歌词，邓丽君啊。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嗰边好多人啊，好旺啊，排晒长龙啊！明天我哋咪围摊睇啊！头先喺广州同表姐拜年先讲啦，我哋卖咗4000几盒饼带去，
姑妈话，啲人知道你中钱邓丽君啊，全世界都知你系大陆人啊，所以啲人终于都唔埋你埋啦。诶，你话你喺广州？我旧年系啊，近旧年都系。咁你唔系咯？我广州嚟噶。我早都估到少少，同志嚟噶我哋系。你个头啊！我哋讲广东话噶嘛？我哋睇香港录像饮维他奶，我哋近香港咁多。系，你嘅仪态。打扮、行為舉止，加埋眼耳口鼻，全部都似香港人。你好輕惡笨啊！你輕惡笨多啲。咁你明知你又俾我揾，我見我唔俾你揾我笨，你又唔揾我，咁我咪連香港唯一嘅。其实我香港都冇乜朋友。旧年新年，我喺小田嗰度赖死唔走。个好嘢，大家都好肚饿，一齐包饺子食。啲饺子好好食，你知道北京人好中意食饺子噶啦。食唔到啦，我饱啦。呢度都幾得意啊，係咪好嘈噶？少少。洗埋啲碗先。出邊好似停咗雨啦。走咯，我攞件衫俾你。对唔住，冇事啊。唔使咯，够噶啦。出边好好冻噶，系。好丑样啊！
国发小艇在不在？在在在。小艇吗？小金，等你好久了。昨天饭吃了没有啊？等晚上吃汤圆的时候，我老惦着你呢。干嘛吞吞吐吐的？电话线有点不对劲啊，听不清楚。你寄的东西我都收到了。你打的毛线衣，我也穿在身上。是吗？可惜我看不见。小婷。是不是啊？我爱你。干嘛这么肉麻嘛？我心里。再说一遍。新出的豬柳漢堡啊，買兩個送個熊仔啊，私人剩半打俾你，寄俾屋企人啊。做咩？你爭人啲錢，我諗住出翻份。我翻去啦，唔該。你要負責任啊嘛。负咩责任啊？你争人钱，俾人追你数，通街贴你啲相，唔好睇噶。唔使同我惊啊！我啱先搵咗人啊，$80一饼，帮我顶晒成批货啦。$80一饼啊，使唔使蚀？我梗系要蚀啦。咁你都肯？唔系点啊？执翻少少好过冇啊！做生意就系咁噶啦，唔系蚀就系赚。下次啊，我實睇定啲先去買噶。喂，琴晚你做咩喺度講琴晚啫？我唔知你點諗啊。琴晚風大雨大咯。兩個孤兒仔兩蒙查查咁食咗餐團圓飯咯。打咗電話翻屋企未啊？打咗。早啲翻嚟瞓啦，快開工啦。好。李强。新年进步，恭喜发财，一帆风顺，身体健康，事事如意，龙马精神，如意吉祥，大吉大利，万事顺意，友谊万岁。差佬 Miss 咯，你都识噶？哎呀，我话个女人啊，哦，芥兰，土著嚟噶，你咁话人噶？咁姑妈系咁讲噶嘛？亲爱的小婷，我最近很难过。亲爱的小婷，我，喂，差佬咪同芥兰拍拖啊？你点知噶？亲爱的小婷，我，亲爱的小婷，我，我的英语课已经念了高级班了，生活的工作又加了工资，一切都很好。
差点忘记告诉你，最近认识了一个人，他说可以让我当厨师，做厨师是赚大钱的工作，普通的也可以赚10000多一个月。小婷，我想最近我的运气真好。又错咗啦，你系咪记错咗 number 啊？谂真啲。嗱，第三次噶啦，系咪先？喂喂，都话咗你噶啦，哎呀，冇一嚿噶啦，行行开，等我嚟，我今日都未 check 数，唔好唔开心啦，冇嘢嘅，再申请嗰张咯。你几耐噶？阿达啊！一路馬克星添啊！馬克星係邊個嚟㗎？我喺前面嗰個喎。搞錯啊！連街市賣菜師奶，你只要炒要炒外幣，先揾到錢㗎嘛。喂喂，但係我哋街市師奶好似冇咁嘅概念㗎喎。唉，人哋費事教精你咋？嗰個好似我對你咁好啦。你知唔知啊？冇俾人香港土產嚟㗎，好似阿拉伯石油啦、泰國榴蓮啦，佢可以發達，一定要買股票。咁你教我？教你又教你，蝕曬佢亂。英联的哇！哦，英联地产。嗯。哎，他们给你多少钱呢？5000来买个单位喽。5000多块。哎呦，我们才3000多块呀、啊！哎呦喂，没事。5000多块。好彩上面排班队。所以度咧，多数系你嗰啲同志嚟噶，问你有数啊。气死人了，你简直是！我这个5000元几百币啊！今晚热啊，天气唔错啊，个人。睇死佢哋咧，九成都系屈埋喺间房仔度，嘈冤巴饼过埋下半世。快啦，快啦，快啲！夫妻夜啲就冤家噶啦。咁辛苦嚟得香港，点会求求其其过一世噶？唔系个个人好似心头咁高噶嘛。心头高有咩唔好啊？系应该要心头高噶嘛，咁先有理想噶。冇理想咯。咁唔系啊？你咪成日话要凑够钱，娶天津个外人落嚟嘅。咁都算。都算噶啦，湿碎啲咯。好在我喺大陆啊，冇嗰啲咩青梅竹马表哥咋。如果唔系，我到最后要嫁翻大陆佬，唔知嚟香港做乜？小君，你攞有咁邋遢嘅？咁核突嘅你，哎呀，真糟糕啊！巧克力，我买俾你食噶，哎，做乜对我咁好啫？搞成咁，热朱古力点冚喎？食得噶，我唔要。开落口就会溶噶啦嘛，佢都。试小炒啊，一点点好不好？点知啊？我听啲朋友讲啊，每排四千添啊，班友仔快啲入仓啊！过两年我就要排队买自己间屋，一间喺香港自己住，仲有一间就喺大陆俾阿妈住。咁唔得啊？点解唔得啊？呢度香港嚟噶，喺香港肯挨肯做，乜都得。黎小君啊，我哋系咪 friend 啊 ？Sure， 你又陪我挨，又氹我笑。其实你系我香港最老实嘅 friend。Thank you。使得喎，两个英文。Of course 。
职啦。少事。咁趁你有少少同埋，难食到死。呢排市真的很静喎，如果茶市啲常客都冇嚟帮衬我哋，听讲啲股市仲好多人沽。飞鸡脚啦，我专登整俾你食噶。广东人话以成补成噶，你食得帮人揼骨。唔食，我攰啊。不如我哋加啲房租过夜。唔好，你半个钟头叫醒我。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那么甜蜜，那么甜。不如买啲嘢俾小田啦，你帮我拣好唔好？我就嚟生日啦。切，我着到咁污嘅，入到去实俾人眼掘掘咁掘住晒咯。怕乜喎？我有钱啦，我真系帮你买噶嘛。系，有钱佬喎，啊，买咁咯。有信心啊，今日有实力啊。几多钱一粒？请你哋食嘅。哦，多谢。食啊！睇落真系呢条最靓噶啦。嗯？做乜事？冇事啊。啊，我知啦。大家等咗好多钟头。啊，甩钟，你叫甩钟啊嘛。做咩？做咩？就呢条嘅小姐唔关我。唔想咁多人知道我做呢行噶，又唔系偷，又唔系抢，又唔系做小姐，怕咩俾人知啫？特规啫嘛。先生，你系咪要捏埋呢条噶？嗯，两条得平啲，三条。三条我哋都系一样价钱嘅。一样价钱。嗯。咁两条啦，而家。八咗八啊，咪两条。唔系啦。一条俾手田，一条俾你啊嘛。好衬你噶，你中意喎。我够钱啊，我真系够钱，我真系够喎。
对唔住，唔记得你手添。其实你唔想话俾全世界听我系做特工妹噶，我就有大清宫俾你啊。对唔住，个手链好残忍。上面边个人咁傻噶？仲同一款嘅手链俾两个女人，可能指定唔同噶嘛？系你老婆，系你朋友，我哋系上我床底。你可以送一条俾佢，一条俾我，咁咩意思啫？你知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噶？你唔好咁猛震。你系咪突骨突得太多？不如唔好突啦。我做多啲嘢帮你一齐还钱啦。咁你话你自己嘅理想，翻天津娶个小婷。翻天津娶小婷咯，我理想唔同噶，我哋系两种好唔同嘅人嚟噶。其实依家我自己去紧边做紧啲咩，我完全都唔知道。我冇安全感，我唔中意呢啲感觉。我早几日仲打电话俾阿妈，我话俾佢听我就系发达。但我依家一个仙都冇，我仲真系成身债。点解要咁嘅啫？我唔知听日会发生啲咩事，好惊啊！好乱啊！我唔知点啊！如果小婷有一日识咗个男仔，佢哋系好 friend 嘅，好似你同我咁啊，成日都会见面，间唔中仲会，但系佢哋呃自己话系好朋友，你会点谂啊？我唔开心。黎子君同志啊，我嚟香港的目的唔系你，你嚟香港的目的都唔系我。阿哥，带咗个 friend 嚟啊！听讲你好惊佢噶，你翻去瞓得觉，冷静下，啲路程知路噶。点解？亲爱的小婷，听说北京今年热得要命，还热死了人，天气还好吗？还记得那年夏天，家里的人和你多好吗？你跟我一起，记得我多穿一点衣服。这阵子香港天气特别冷，
他们说这是50年以来最冷的一年。最近香港人都在说移民，不是到澳洲便是到加拿大，国内的人都盼望来香港，香港人却盼望到别的地方去。小时候爸妈承诺，我特地借今天香港小姐的比赛录像带给你。我特别喜欢第一名的袁咏仪，因为她跟你的气质很像，但是我觉得还是你比较可爱。小婷，看来这是我最后一封信了，不是吗？下个月你就来香港了。油头汉，哎呦，这放在飞机上。哇，你的英文怎么这么差？哎呀，我不会英文吧，但是我能挣大钱。不用客气，自己下楼自己。这位是我老婆。等一下，这英文多漂亮啊！恭贺金婚之喜。哎，你哋而家有冇睇到李乔啊？听讲佢而家又开花店啦，又搞地产，好似成个大集团嘅石头婆咁嘅款啊！我早就知道了，他一天做20多小时的兼职，拼命赚钱呢。对对对，以前介绍我们去英文学校，原来有抽中的。天哪，咁我都俾佢阿埋啊！那应该是一记啊！我早就说过了，网做的是滑头。哎，来，小军，各位稍待一会儿啊，菜马上到，饿的话先见我一面吃，好吧？还在雷球啊？有。听说他搬家了，我们怎么找到他呢？来，慢聊。他妈妈嚟做咩啊？下礼拜走啦，去到纽约，我陪佢打波。嗰边啲鬼六尺高噶，你唔够佢打噶。哦，打我先知，我嗰时就打赢你咯。嗰时我专登输俾你，你唔知啫。谁真啊？我走咗，自己执生啊。多谢，我想不到你会来的。是必花间来啦，咁靓仔啊，理想实现形势不同的。柏哥，介绍你识新郎哥啊。新郎哥啊，恭喜晒。哇，靓仔。新娘呢？是咯，小婷呢？喂，预备望镜头，笑一笑，新郎哥，唔该望镜头，1、2、3。还没睡啊？对，突然间太紧张。也可能是新环境，你还没有习惯吧？可能习惯。这房子里只有我们两个，真好。再过几年，我们存多点钱，就可以分期付款买自己的房子。慢慢来吧。我记得我刚来香港的时候，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每顿饭吃3大碗，躺在床上睡。睡醒就干活，每一天都过得很新奇。如果那个时候你在我身边，那就好了。你讲咁长做咩啫？边个喐拖先？你讲部电话得啦，系啦。
先。点解仲唔瞓啫？我电话嘈醒咗啊嘛。成晚都碌嚟碌去噶啦，关我电话咩事啫？喺边度？唉，早啲瞓啦。唔好成日谂住你嘅新郎哥啦，知唔知啊？你噏咩啊你？我一睇就知道你同佢以前有几滚啦，妹仔，炮哥系情场杀手嚟嘅，知冇？骨长杀手最就死成爆啦，就死成爆啦！做咩？你几时翻啊？唔死就翻啦！死咗你都要翻啊！我等你啊！死咗系点翻啊？死咗出去沟第二个啦！快啲瞓，快啲瞓，快啲瞓。我今晚唔瞓啦。我哋饮早茶啦。医生啊，切，医生呃钱啫，成日叫我去戒烟戒酒。如果我可以戒烟戒酒啊，唔使睇医生啊。我前晚睇电视睇到《生死恋》，我终于都可以见到威廉婆咁。系咩？我都睇到佢，我识得佢轮，佢就喺香港拍《生死恋》嘅。我特登一日唔翻工。去咗舊山頂個醫院睇佢拍戲，後屘佢仲請我去半島食飯。我一世人第一次入半島，佢真係幾有型啊！梗係啦，你姑媽後生都幾靚女嘅。起身，你带 Lucky 去行下街啦，抱住佢啊，个眼花花，佢都老咗啦。打屁股，小屁股。哎，哎 ，How are you today? I'm fine. Are you sure? Yeah. 我跟戴兰开会睇过去啦，看上家。李乔呢？有没有看到他？有。嗯？他跟小婷做了好朋友。哎呀，有没有搞错？屁股。嗯。哎，老师，老师。对呀、啊，待了多久了？跟我差不多。她将来的老公一定要很有本领，才镇得住她。她已经有老公了。那是她男朋友，他们说的。恭喜晒喎，李乔，你好，你好，老板。哎，唔好咁讲啦，算啲咩啊？小股东嚟噶咋？香港就这样，整天讲你。招呼唔到喎，食啲嘢先啦。谢谢，我怕肥。你咁瘦，点会怕肥啊？佢嚟咗香港冇跳舞，所以肥咗几磅。你跳舞噶？你跳咩舞啊？芭蕾舞、中国舞都会跳。咁叻女嘅，诶，你可以教跳舞噶。你有问路吗？你唔早啲同我讲，我介绍俾你啊，包喺我身上啊。哎，小婷过来啊！哎，小婷借你老婆弄一下，我介绍几位半边天给他的人。来来，快快快快！别太久啊。你吃啲啦，肚饿死我，成日未食过嘢啊！炮哥呢？嗯，佢等间会嚟啩。多谢姐。嗯，唔好意思。我官种六啦。我升做二柱啊！咁叻啊！好嘢喎。嗯。恭喜你啊！我半钟啦，我都系啊，我知啊。
你頭先講過噶嘛？你終於可以做到你想做嗰種人。冇人叫你大陸妹咯，嗬？我係啲五星級酒店咧，一人同我講英文，咁我去買衫咧 ，sales 又唔眼掘掘咁及住我喎。我上個月啊，我翻鄉下起屋啊，啲人唔認得我喎。我同阿媽話啦，我終於做到香港人。不過阿媽睇唔到間屋，間屋未起好，佢過咗身啦。食得夠？你食埋佢啊！餓鬼咁啊！是的，你没吃过麦当劳的？嗯，以前小军常常通麦当劳的指定来给我写信的，不过现在一提起麦当劳，他总是不起劲。而家你嚟咗，煮间香菜俾佢食咪仲好咯？有咩咁好笑啊？我听人家说，广东人叫老婆是菜，家乡菜不就乡下的老婆吗？咁咪即系话你咯，你广东话都未识呢啲嘢学识喎，小军教你噶？他才不会。他每天晚上从酒家放工回来，总是倒头呼噜呼噜的睡，累得一句话也不说。那时候在天津，他的话才多呢。那时候一到黄昏，我们就会骑着自行车到处溜达溜达。来了之后，我问他自行车到哪里去了，他说丢了。香港这么多车，踩单车好危险。他也是这么说。还看吗？好看。你戴眼镜挺好看的。小婷，你做咩？小小意思嘛，点？唔好啦，你唔好咁客气啦，唔使送啦，唔好啦。唔好意思。其实呢条链我都有。是吗？是不是一模一样的？系啊。我以前有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我这条是小军送的。我知道了，所以你更加不会送给人。可是我一直都想送点东西给你啊，你对我这么好，不如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请你去吃饭，好不好？好啊。睇睇咧，新嚟嗰扎婚紗。几时正式开张？我送兰花俾你。哎呀，系送花啊！记得帮衬间花铺喎，唔好益外面啲人喎。等等先，睇睇先。哇，好靓啊！紧时你结婚有冇影婚纱相啊？咁不如趁今日一人拣翻套衫，影翻张相，唔收你钱啦，好唔好啊？开唔开心啊？快啲拣啦！哇，好靓啊！简直三招牌啊！我第日食挂你张相出嚟噶。Thank you.
我在前面到了，我今天晚上要跳舞彩排，可能会晚一点回来，你自己带点东西吃哦。谢谢，拜拜，拜拜。肚子饿，冰箱里面有面条，拜拜，拜拜。天花板好似裝修過，天花冇換過，個廁所翻新過啦，地氈換咗啫。張牀呢？
做咩呢塊膠布啊？以前喺度嘅，真材我哋嘅。其實呢度冇一樣嘢係我哋嘅。李少君同志，我哋點算？我哋唔會做乜嘢。翻揾小婷，咁我咧，我想每日擘大眼都见到你。你想想我自己上去讲好啲。咩事啊？如果欧阳炮接触你，你最紧要同佢讲，我哋要拉嘅人。只要他跟我们合作做警方的污点证人，我保证他没事。联络我。什么事？炮哥出了事，想看先。Q， 你等等。阿荣，我要见炮哥。阿嫂，炮哥吩咐罗唔讲得噶。我有嘢要同佢讲啊。依家佢边度落船啊？我水人叫咗你唔好嚟噶啦，你嚟做咩啫？懵婆嚟嘅，你点啊？咪点啫？咪同人唞下咯，成日都咁噶啦。差人话唔系要拉你噶，想你翻嚟做个证人啫嘛。做证人啊嘛，啲差佬真系少话死咯，督过你出嚟。阿哥，
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唔该，周生唔聚财啦，真系。嗱好啦，人力见过啦，吓，安心翻去啦。担心你，你以前都咁啰嗦嘅啫，以前都唔系咁嘅。傻女，听我讲，而家要接架的士，翻屋企冲完热水凉，听朝起身，落街通街都男人，个个都爆菇嘅。唔使擔心啊，我好掂噶，喺台灣泰版老婆，高雄有個，台中有個，花蓮又有，阿里山都有。是的是等了很久了。他爱你吗？我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和我结婚？这是我的理想。你来，你跟我来，收拾一下，我马上回天津去。来呀，收拾啊！我们现在就回天津去。如果没有下来香港，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对吗？但是。你到底来了香港，然后他也来了，最后我也来了。小婷，我们回不去了。小君，数嚟数去，我喺香港原来得你一个亲人。如果我去咗，呢间屋同埋里边所有嘅嘢都系你噶啦。我成世人嘅啲钱嘢都喺晒呢个箱里边。我一世人最开心嘅人，就系威廉带我去半岛食饭。好似佢唔知道，
偷咗我哋用过嘅刀叉杯碟，而家间中攞出嚟睇下，都仲系好开心。可能威廉一早就唔记得，不过唔紧要啊，我记得咪得啦。而且我而家咁老咁读书，佢唔嚟搵我，其实都系好嘅。上班，不用你送了。我正在努力尝试一个人过日子，所以你还是不要过来，一场功夫别白白浪费了。小婷，见不到你，我过来看你吧。那你要快点，别让有爱子。保重。You too, man. I'll take care. 再见。拜拜。小婷，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这些钱本来是姑姑的，我只希望你的日子过得好。我明天就要走了，第一次坐飞机有点害怕，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勇敢的男人，我不敢让你原谅我，我只是想我们一起这么多年走过的路这么长。小婷，我也难过的，我如果再学嘛，已经学迟够啦。又谂去边啊？以前啲嘢唔好再挂喺心度啦。有缘千里来相，无缘不如相睇啊。对点嚟嘅？你相睇呀？你成日咁煮餸俾人食，你都希望人煮餸俾你食噶嘛？喂，等等先，个女仔几纯品噶。喂，我出先。先生，我买。啊！真系国际。
呢度始終我哋三十幾年前就賣地一樣，啲街仔窄窄啊，人多多，鋪頭細細間啊，乜鬼都有得賣，有茶餐廳啦，涼茶鋪啦，十一二歲入埋地鋪，估唔到幾十年後翻嚟，又嚟翻啲地方嘅真係假嘅。嗰個雞好好食，其實你中唔中意喺度啫？個個一樣噶啦。有嚟六個浮，臭唔臭？咁俾拆箱啦！最好買翻兩件傢俬，最好裝翻個十字牌又真。不如生翻個細路咯。有細路好麻煩嘅，嘈冤巴閉，又要琴上琴落。咁不如唔好拆箱住。即係睇翻後事先。照顧緊啦，揾燒燜嘢食啦，傾下偈啊嘛。三十聲你好傾咩？係，我買咗三廿幾蚊嘢，我想介紹靚女你識，明唔明咁啊嘛？係咁噶啦，係啊。切，係，去坐去坐坐坐。够啊够，花园够大喎。咁嘅烂屋都要$300,000喎，唔可以抢啊！边咁多钱啊？有你个台阶买咯。你舍得你就有啦。其实只够有钱啊，应该买翻间 apartment 收租。其实我好恨咧，有机会有自己嘅花园，同埋花仲有草，睇啲细路仔度玩。你去洗衣铺啊？咁你去咯。你等我。你犯了，给我一根烟，给我一根烟，给我一根烟，好了好了，不需要 ，OK， 好，过来，给你来，你们 ，Grab it， grab the fucking watch， 快准备，准备的 watch， OK， 准备呀，你准备呀，OK 了，笑，哎，阿静。Don't do it like that, man!
that him? Do you recognize him, Roman? Please turn him over. Miss Lee Chow, your visa has expired. Under 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law, you must be deported within 48 hours. You will be escorted to the airport. Move it. Come on, move it. These drop-offs are driving me crazy. Tell me about it. This is my third run today. I've already had two Mexicans and an Indian family. Maybe we could tell her to take the airport coach instead. Yeah, well, at least she deserves one chance to try to get away, right? Attention, Miss Lee Chow has just gotten her green card. She's soon to become an American citizen. Let's give her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系边份？诶，苏嗱呢边苏豪，嗰度意大利区啊，再落去咧就系系啦，见到个七，望到啊，红色顶嗰个啊，红色顶嘅，红色，诶，你一个尖角个顶，系尖角隔篱，隔篱嗰度啊嘛，系，我上个屋顶系红色嘅，你上屋顶，你有我咁清楚，真系，诶，好啦，唔好拗啦，过几年我哋发咗达。在帝國大廈頂樓開一間唐餐館，叫做 Top of the World， 嚇嗰陣時邊度都睇到啦，係嘛？Top of the World，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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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要急啊，你们先拍完照，我们带回去 shopping， 好不好？好。小乔，听说你是广州人？对，我来了快十年了。多久没回去了？我下个月会回去。对对对，以前那些人都往外面走，现在都回去了。香港好多人都到我们那里去打工嘞。是吗？以前出来的人都后悔了，还是国内赚钱的机会比较多。是啊。嗰时旺季 high season 嘛，好难要会，你嗰时唔 book 啊，冇咯。OK， 人都 call 我啦，麻烦嘅，你张飞出咗啦，绿卡就出咗，可以翻乡下啦。系咩？我未搞到多啲，玩得开心啲喎。风魔海峡两岸嘅著名歌星邓丽君，今日下昼喺泰国清迈一间酒店突然因哮喘病发逝世。终年42岁，邓丽君原籍山东，1953年在台湾出生，来自一个军人家庭，11岁已经开始登台表演，迅速受到本土人士的欢迎，并且经常穿梭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演唱，以甜美软弱而富东方女性韵味的独特唱腔《红透半边天》。在70年代中期至到80年代，当时他的歌曲开始向中国大陆流传，引起了一股空前绝后的邓丽君热潮。无论是大城市或小乡村，他的歌声总会在空气中此起彼落。欣赏我把声，咁就教我唱歌。我就系咁样开始我嘅歌唱生涯。当我15岁嗰年第一次嚟香港，第一首识唱嘅广东歌咧就系《一水解天涯》。Thank you.
梦见的就是你。